那天晚上，我妈是快乐的孩子，可谁也没想到，多大了还吃你妈奶呢？第二天，快下来，爸妈就没了。他16岁，我供你上学，只要你能好好上学，我吃什么苦都成。人家都不怀疑我，你成天怀疑我。他们家要是出个警察呀，能管着你二哥？我二哥他没那么混。你是我大哥，你对不起我们兄弟情分。你有良心吗，马老二？那是你亲大哥，他活该他。咱们是亲兄弟呀，一个妈生的。7月22日晚间8点起，《你是我兄弟》。